不太水，也太加入滴。讲唔到咁滴，强迫动物嘅礼貌八公庙，依然就会一只博嘅。唔是讲钱，咩唔是父母奶，解决上来，肯定会防不太水嘅我。咦，冇问题。基本上要拜托，唔但请我带太家认识八姑，还会本太家认识到水流顺和嘅年龄哦。准备好了吗？啊 ，Let's go！水一直都会人生法听错而有个条件，比如我有水和生法，人可是作薄不放薄太水。台中应该董事长啊，有一点名按照运按用个礼貌八公庙，唐公就会薄边做个哟。孙女家用时，银行人一样的做一条薄个呢，地图又有马个口和年龄呢。因为诶，来到东势鸦片，韩国啊鸦片有只百公庆祝零五百公，做嘛该庆祝零五百公咧？嗯，我想哦，鸦只百公应该轻重于零五哦，那呢鸦片应该有轻重嘅零五哦，零五都奈咧？原来是情况呢，零五都奈哦，来行咯。鸦片梦，而且按多个地方就会无看到零五呢。我想哦，鸦片应该唔会因为有零五，将变作零五八公。啊，咩滴咧？直接问八公就好了呀，系嘛？问我。亲爱的八公，事情做鸦片是请求就无看到零五呢，做哪个鸦片会做零五八公呢？向八公公司警长指示哦。如果是圣杯，那就是在东边就得请斗大安；如果是孝杯，就可以在西边请斗大安。向八公公司警指示。哦，孝杯，那你就会在西边就得请斗大安喽。我去西边看看呢。哇哇！反正反正，小弟啊，现在拜拜哦。系呀系呀。哦，那恁八公真厉害哈，有求必应哦，啊，请问啊，问嘛该？哦，无啦，家下伢去问几公，鸦片总嘛该买很多恁八公咧。哦，你啊吼，你是按个零五先创零五啦吼，啊两条线在零五条梁啦吼，啊你要看下了解吼，是啊就边选了嘛，看过伊啦。哦，啊你研究伊几片看看啦。哦，好。哦，来真个有抢零五哎。好，有抢哦哈。哟，张主委，之前啊做马街会用十条做鸭杂零五嘞。哦，你啊，讲起啊，讲起来，讲起就来哈，差不多两百零三年前。两百零年前，太甲坡石头爷刘阿哥蹲做一只太沉塔，唐公啊，沉塔地度有一米金厘嘛。有一年，一个外国传教士带起一米铜匠的金厘嘛，就了去做走嘞。无了金厘嘛，甲沉塔，四位拄到落太医，就要拔太水。有人讲啊，也许因为亚达比个人无老金鳞马保护好，故受金鳞马来讨债嘞。亚达比个人就利用太甲河个沙轮呢，结做鳞马个钱来个博，还按一尊八公托鳞马个条拿空。哈后太甲河就唔是个博太水嘞，亚博就变做董事长出名个鳞马八公庙哦。主诶，要塞车哇，一张一张诶，我以为落亚海个河坝做起来无汹涌诶吼。哦，你啊吼，一只按先民诶智慧吼，啊以前是用抽屉取材，两只尾下坡来太甲河吼，啊就将来太甲河诶石头吼来结，吼啊因为以前不止较缺乏吼，无个训练，伊讲父母内吼无个训练，吼所以先民哦智慧了结。你好，你啊，你头买头拜年呢，有点技术哎。好，记得啊，大家石头重，哈有哦，相辅相成，再有强度哈。
啊，地包哈容易下坡，哎，就用力啊，哎，你要这自然功法。难怪哦，你用八公真引动力哦，因为轻有力，从嘛。啊，你用八公有加持呀，嘿，有保护啊，神力。保佑，嘿。主诶，你下边看啊，真引有条河巴呢，安泰安泰片呢。我想看吼。哦，你买这片哈，要不啊，等等张有力，哦，按这片要扯，哦，扯这件哦，来一双对了，收一磅的力哈，比别个更强啊。哦，水都也变咯。哎，对这片你割过来，哎。那片冻起来。哎，哦，保护上辈居民啦。哦。没想到，一个礼貌八股喵，唔但将关系到地方嘅文化，地都还有老祖公嘅资本呢，包括啥个？要像有动动你唔得个口号知识，尊敬本人想都想唔到呢。该看过应该八股喵，大家都听说对帝都个眼里动好奇哦。人家个今日见本人个口号拜托，听下几块立马八股个奥妙了。好，大家好，我是诗静姐姐。你们知道公司最有名的林八公黑马干吗？知道的举手。一间庙，那你知道那间庙是做什么用的吗？祭拜一个叫鲤鱼伯公的神仙。其实呢，那个鲤鱼伯公呢，它是一个提防，它是用石头做成的提防。你们觉得那个石头是用来做什么用的？什么？除了它是鲤鱼的形状啊，除了它是石头排成的之外，鲤鱼伯公呢，它就是用来防水用的。它就像提防一样，有没有同学知道提防用什么科学原理呀？哦，你们都不知道也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呢就来请科学工艺超强的陈老师来带我们玩科学游戏哟。我们来欢迎陈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陈老师好。同学，我们住在东市，地灵人杰。我早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前面的大甲溪弯弯曲曲，哦，在古诗里面才有写的，一条小河弯弯曲曲才美丽的。谁能告诉我为什么河川会变成弯弯曲曲啊？来，请说。水侵蚀就会弯弯曲曲，那为什么不要直直的侵蚀呢？是谁无聊去把它挖一个河道啊？山把它挖的，山就在那边，我又不动，我山怎么去挖河沟？还有谁有不同的想法？石头撞，谁来扛石头撞那个河川呢？水，水来搬石头，撞什么？哦，水来搬石头，石头来撞土。东撞西撞就会变成弯弯曲曲，是这样子吗？我们今天呢来设计一个实验，让住在城市的小朋友也看到河川的形成竟然是这么有趣。同学，我们现在就围绕前面桌子来看水是怎么样水流成河的哦。好，动作快，来，快点来。水流怎样会变成一条河巴呢？像看到身上拿出一块饼的老农民分买上去，详细看哦，一等好还有 BB 蛋呢。先生讲啊，要杀鸡，除非好应该剃秃哦。同学，老师刚刚说这块斜木板是什么？中央山脉在这边高啊。中央山脉啊，山上会下雨嘛，对不对？啊，有些地方呢泥土比较厚，有些地方呢泥土比较松，这就模拟那个地表的泥土，还有那沙石。沙丁不用记了太沙骨，先生夹夹做最后个整理，老天奶还用沙骨铺好了，俺就做得开始水流成河了。等一下呢，我要来这边哦，拿水，由这个水呢慢慢的滴，看看这个水下去的时候是直直的走呢，还是会弯弯曲曲。实验开始了，海水倒一下，水流从糯米方向流来流去，一下诶就变成弯弯白白的水路嘞。不过大家想看呐，原来系马甲原因，水流会产生暗样的流向呢。哎，好，这个是主干道，来这边只要碰到障碍物，它就开始分割啦。只要呢阻塞或者阻挡的地方越小，它就会越容易变成一条河川。水只要碰到障碍物，它就会转弯，会自动转弯，不用你去教它，它就转弯。
来四方，还搞要认识到水流岸上个善良的，同好都心嘟嘟的想为此刻呢，大家都想为走出自家个水路哦。那我们请同学，哪一个同学要负责吸水？我。好，就你。来。好嘞。吸完。擦过了，我擦过了。哇，好，不要喝了。那我们现在来放水，看看好不好？好，来放水。水流啊出，也流出同学的水路嘞。水流的样板变作河坝，同学应该都体验出来了。不过大家看到很欢喜，哪个人是伤心了？两个同学辛苦了啊！正好沙丁现在个老糯米饭留在民族的老比比蛋准备是勒准做薄的香气因为勒比较困难有薄都没薄手掌都耐呢我们现在看到桌上有两盆你们知道这是要做什么用的吗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发那我们呢现在里面有糯米粉对不对 对那你们猜猜看这个糯米粉是要做什么的炸东西，炸东西。好，我们现在呢要假设这个糯米粉呢是我们所住的地方哦，我们现在住在这上面。那这小的 BB 蛋代表什么？石头。石头。那大的弹珠呢？大石头、哦。大石头。那你住在哪里？大石头上。呀哈，就为了加做薄太水了，流水倒落去，用树紧拉。变做太妈妈的个荷巴水，大家看哦，荷巴水我个体内一丝丝嘞，本水大体嘞呢。现在问题来喽，我们要怎么样保护我们的家园，不要让水把我们的家园冲走嘞？盖提防，提防怎么盖？用手盖，用手盖。那我们现在就动手来做做看，好不好？好。各位兄弟姐妹、父老乡亲啊，保护家园的时间到了。不过。你没太凶了呀，也不可以了，有得乱呢。哎哦，做到暗的啦。哎呦，看到林爸讲去用板做诶，然后你表讲去用板做好了呀。同学，啊 ，Stop！ 你这样做乱七八糟的，水啦、啊，一样会被打，一定会被打散的、啊。一样，我们的家园是保不住啊。同学，刚刚谁说有去过鲤鱼博宫的？我哦，那你没有看到鲤鱼博宫是怎么做成的？用石头做的。然后怎么做？一个盖，一个盖叠着，整齐，很整齐。那你们看看你们做的，很整齐啊。哪里整齐？你说。应该时间总算可唔落去嘞，出来爱叫同学个博，大家用心出力，清明冻个都太水磨啊。还有师姐千辛万苦盖好的堤防哦，好看各位兄弟姐妹所创造的堤防，是不是呢？足以抵抗这样强大的洪水？洪水来了，三、二、一，冲吧！哇，有啊有呢，还搞三毛个新片结晶，底下还出模特嘞，干落去娘的呢，应该眨眼。刚真给爆灭啦！陈老师，为什么我那么辛苦盖的堤防全部都被冲垮了呢？为什么？我想你们所搭的堤防不是很扎实啊，雨水一来呢，洪水一到呢，就整个被垮掉了。那到底要怎么排才会扎实呢？米都了解，保安用的装备主顾会拿出泰式了解男主的老茶，沙丁就会带泰家了清楚保主顾的秘密咯。来，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看到鲤鱼博宫前方的堤防是斜的还是直的啊？斜的。对呀、啊，可是你们刚刚盖的堤防每个都像直直的，大雨一来啊，不堪一击，有没有看到这种现象？黑公老伯也黑鼻头，再给做出出个表，一数到水往向送个里就会下台。
哥，一个老婆，也是鼻头，在给做恰恰的。随着方向的送给你，就会无安胎，不也就喊袂呕的了。那我呀，鼻毛把公个鼻头是用砂骨结的，故说外表看起来立立气气。故说随流完公个时节，读到鼻毛把公个鼻头过后，变作温柔，故说国家里就无安胎了。实验啊，陈老师呢就拿了很多玻璃珠来取代鹅卵石。除了恰图，沙丁还来研究里马八公主骨的原因么？俺先来做一道小实验，用一盆水凝珠诶，加入里马八公的恰面，俺来看呐，恰图增加的时间，水凝珠诶结界部做得爱到几多图呢？都35度就看唔样了。用个伞哦，冇要紧，一下变到太个粘住诶。同学家家上课呐，立马把公个伞给多大些用诶，运用太个伞裤边哦。你说你们现在排什么型？为什么想要排闷字型？还比得住啊？看起来造型非常棒哦。唔单只老太粘住诶，变头带下，还加上左右两片。也就可以来挡住骨哦，在哈尼族的情况有哪样的呢？哦，你不太好了嘛，对不对？对啊。来试试看角度有多大，好不好？哇！好快就。很逊呢，不怎么排的。姐姐太厉害了。啊。真的太厉害了。为什么我反过来拿就变成这样？而且才，你看这角度才这么一点点而已。可能他不喜欢你。哇。虽然讲同学送的时间这这个心，不过好在这这地啊，还出了名的动有量的人，也是为了你的天书的啦。出了几百过后，他家己发现到，拍摄了个男主的这个方法，都在几多个方法，都在跟几多个男主的八卦喊他做不满。经过漫长的实验过程，我相信呢，大家一定试过很多种方式，对不对？对。你们觉得哪一种方式最好？哦，么字形、啊，洗成么字形的了啊、哦！为什么你们觉得么字形的最好呢？因为旁边有大拇指挡住，就可以挡住小石头。哦，所以它的支撑力比较好，是不是？嗯。我们现在开始测量。来，我帮你喽，当裁判官好不好？开始 ，Go！ 慢慢来哟。十、二十、三十、四十、四十五、五十。55，哇！60，60，60度，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是几度呢？亚族的同学就用起了太沙鼓，用头带下，就高山用人家组合，每两个梯子嘛。好，开始。10、20、30。35、40、50，哇！50度耶！亚个发图，主要是为本台家体验创新带，对博个创优先。比马八股就会用暗用个眼力，让太沙股用头带下，结出许多彩彩个博哦。乒乓球，哎，老师，我们现在玩什么游戏？哎，我们今天要来玩一个既有创意而且要团队合作的游戏。哎，老子牌是做三角形，就等做当八号的奉献牌好了。牌出来个样的，就代表一条水路。三点同学用脚杆拿乒乓球碰击球筒，哎，来看呐，每组都得用最短的时间，拿六粒球的都碰出水路哦。第一组的同学，哦，开始比赛喽！同学有没有什么策略呢？在每一个转弯处都有一个人吹。哦，那你有安排好位置吗？有。我好期待哦！到底他们可以把六颗乒乓球都完成吗？好，只要我说开始的时候，球就下去了哦，请就位。好，师姐来计时。第一球，预备 ，Go！加油！哦，好球，放中间
37秒。经过今日个比赛过后，水路已经变得摇摇鼓鼓的啦。不过按样个结果，老李嘛八公里有嘛个关系喏。哎呦，莫打击了啦，先来看天气主宰哥哥。第二组同学要来比赛哦！第二组同学话不多说，准备，老师 ，Go Go Go！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动作快，动作快！快快快！时间到，所以我们第二组同学成绩是44秒，恭喜第二组同学赢了！等等，同学，我们从这个游戏里面有看到一个更重要的启示。我们的呢，河道的转弯的地方，都很容易被呢冲刷掉啊。下游地区呢，也容易被冲刷掉。我们的鲤鱼伯公的所在地刚好就要大甲溪快接近出海口了，这边是台中嘛，对不对？快接近出海口了，所以呢，我们这边的水量会特别大，转弯的地方又容易被冲刷。我们鲤鱼伯公的提防刚好就坐在我们转弯处，河道转弯处的容易被冲刷的地方啊，来保护我们这一块家园。你看多聪明哦！原来啊，也是会发出来音哦。同学处理盘尾一天同个乒乓球，出场的太子爷冲个荷花水，经过等纸牌的夹着个水路。转八个角头就会起步个关键哦。今日你个发通结束，大家唔但请了解到步个设计，每发现到水流顺和个原因哦。礼貌八哥唔但请带本人平安老喜乐，还那系保护大家个尊严用呢。安全下来，老礼貌八哥行礼。游客家教婆婆，礼唔八哥，阿弥陀佛。好，我们来拍个哈，做表情看，做表情，你们就叫。